哎呦，这个点，哎呀，我想一个直接拉到小房去算了，拉这吧。哦，寂寂国王，你这样放板跑不了。哎呦，可以，有想法。你跟我撇？你跟我撇什么撇？可能看到脚印。哦，两个祭司。这不会摸起来了吧？他要来打枪，哎，我放了啊，逼你救，要走位了。哎呀，我要走位。哎，祭司这么快起来了，有人摸吧？让你开枪。你还搁这看？你还在这看？你看什么？你看，他们俩要摸完。嗯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叫自己吗？好像是叫。哎呦，这只猪，你真烦！我真的说，你是真的烦。摸呀，接着摸啊！直接飞！你们这么多大洞的吗？他不会又有猪了吧？应该没有一分钟吧？到现在，吓死了！哦，怎么这么多大洞呀？不要钱，嗯？大洞不要钱吗？这么大，人呢？人呢？这还有人？哎呦，哇，他们走位好好，我感觉，他们走位好好，真的走位好好。这个祭司其实是没有自愈的，我其实不想放，但是这种情况下肯定要放，因为他们在这个，看到没有？那边让他去救，然后这边把人拉一下，然后切个传送，然后慢慢走过去。他没救吗？我以为他会去救吗？这猪
跑得好快啊！哇，这个脚印我看到心态都崩了，好能跑啊！这个猪，这个猪猪猪猪啊！哇，太能跑了吧，这个东西！追他都追到心态，哎，走吧走吧走吧，滚吧滚吧！哎呀，看着这个猪，没点心思。